上一期提到用这个摄影项目来叙述什么是难以甚至无法取代的综合相关价值。这张照片拍的时候是2004年的上海，大家可以看到那时的上海只有东方明珠塔和经贸大厦。这是为一个在新加坡的杂志社拍的，那时他们刚好想做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主要内容就是说上海是一个即将崛起的时尚城市。当时他们怎么找到我的我已经忘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和我联系的编辑他是非常着急的，他和我说了文章的大概内容之后问我有没有什么提议，我就把这个构思说给他听。当时他就问我，你能找到当地制作人吗？你提议背景是东方明珠塔，但是你知道哪里拍得到东方明珠塔吗？你知道哪里找模特吗？你知道哪里买旗袍吗？你可以在一个星期内搞定全部的内容吗？你可以在300新币的预算内搞定这些吗？其实从他以上的问题，你就可以大概看到他在找的价值。第一，会说英文和中文的摄影师，因为他中文不行，所以在2004年的上海找不到在地资源。第二，拍过时尚片。第三，需要我提拍摄建议，因为他没来过上海。2004年的上海在网上也没有太多相关资讯参考。第四，对上海熟悉才能找到拍摄场地。第五，对上海模特的资源熟悉才能找到模特资源。第六，知道在上海哪里买旗袍。第七，可以接受300新币的预算。第八，可以在一个星期内把以上资源整合并交出预想的成绩。如果我们把上面的要求一一拆开来找，其实在2004年的上海还是找得到的，但是八个放在一起，在2004年的上海可以说是非常难找。以上八个点拼在一起，就是我说的难以甚至无法取代的综合相关价值。我相信他当时肯定也找了其他在上海的摄影师，但是他们可能不能达到全部八个条件，所以他才决定和我合作。也有可能他其实有多余八个条件，可能是10个，可能是12个，但是我满足的最多，所以他选择我。结论就是，如果你想提高你的难以甚至无法取代的综合相关价值，你得必须至少有一个硬技能。硬技能当然越多越好，但是和硬技能一样重要的是拥有许多许多的软技能。以这个案子来说，我的硬技能就是会专业摄影，软技能就是也会找场地，也可以构思摄影概念，也可以找模特，还有就是阴差阳错的有时间去耗在一个只有300新币的案子里。严格来说，这些软技能都不是衡量一个摄影师是否称职一定要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为什么要许多的软技能？因为记得相关这个词不是每一个谈判对象所需要的软技能都一样的。一个有自己模特资源的杂志社就不会理会我能不能找到模特，一个服装设计师要找的摄影师就不需要有造型师资源，一个日本厂商肯定就需要我会说日语才有可能考虑和我合作。所以软技能越多越好，而且庆幸的是软技能是非常容易培养的，甚至培养过程中可以是开心的。说几个你也会开心培养的软技能：社交、聊天、说笑话、玩狼人游戏、把无聊的经历说得有趣、酒量好、长得帅、长得美、愿意聆听别人说无聊的事、有趣的嗜好等等等等，数以千计的好玩软技能。而且千万不要怀疑难以甚至无法取代的综合相关价值，在你人生中做的任何事情都扮演着你无法不理会的功能，所以你越早着手让它升级越好。可能很多人会说，我从来不谈判，或我从来不讨价还价，但其实这个过程你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下一期我就举几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谈判的例子，下期见。